在纽约代表处环保署长李应元发表台湾新出炉的国家自愿检视报告，在联合国永续发展议程上拟定了17个大项目上许多，如贫穷、饥饿、健康、教育两性平等的议题上，台湾都名列前茅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在纽约发表，当然是希望能够被注意到。是不是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注意到？当然，为什么我们用英文出版？哦，那这只是初稿，我们回去还会继续的。 每年都来，更正来修订，然后不断的进步。接下来，李应元署长将访问华府，将拜会美国环保署相关官员和美国续签国际环境伙伴计划。针对此行是否有身份敏感的问题，李署长表示：“我想国务院这因为这是，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哈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说所谓的关切啊，但是因为我们都基于。” 没有意外的原则。李应元署长以前事实上担任过驻美副代表，因此呢，他接下来华府行除了和美方的环保官员见面之外，还可能跟政界的老朋友叙旧。记者龚邦华、林思慧纽约的采访报道。